trust yourself 系一个成长嘅过程，人生嘅经历系由每一个抉择而生，每一个出口，每一个出路都系由自己去决定。可能会成功兜圈，甚至乎失败，但系我都希望我哋可以继续相信自己。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屋企有四兄弟姊妹啦，又得我一个独女，咁所以我嘅性格都会比较男仔头啲，独立同埋韧性都会比较强啲。 入行嘅時候，面對唔同嘅批評，每日都喺呢一個批評嘅聲音當中去成長啦。咁我覺得，時時刻刻都要有一把聲音去提醒自己，要相信自己。